住你，从头倒到尾，让他们流口水。那我起来，我不好意思上相。应该给我们家妹子看才对啊。就是啊。OK 啦。那孙大爷你负责。看着他那边，这边还有后面那边，看在录影。丫头，今天是我吃多一点，四四岁金。你看他的胖子，如意啊，身材很大，看他脸，看他脸，看他脸，吃炒块肉，吃多一点。啊？那拍给谁呢？都看嘛，每个人都看，反正他都没回来，就给人看嘛。高分米糕。哎，谁要虾？要黄渤吗？不用吧。这里有饼啊，你要加饼吗？不用，我吃那个就好。大哥，你这样我很难帮你用。好，就可以这样可以。这米糕上面都是虾，我要想办法把虾干掉。对啊，一点东西拿不好，今天拿什么好六道菜，然后他就吃，吃完以后他就要去洗碗，张婆就说：“哎，不要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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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”他就跟他婆说：“不洗，不好意思了。”然后张婆就说：“哦，对了，我也，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啊。”